今天很高兴来拜访那个庆安宫的那个张耿干师张老师。那有几个问题，就是来请教一下老师哈。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可能先从庆安宫的这个缘起，刚刚我们知道那个妈祖的信仰中心这部分，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简略的谈一下庆安宫的那个缘起的部分？庆安宫是在等于是清朝了哈，是原来是在这个海边，中山区海边，对，一个那叫花创五彩山下的一个小庙，了解，哎，那么主要就是因为大陆移民，对啊，到台湾来，对，很多移民呢都是要坐船来嘛，对，要靠坐船的人能在海上。要有信心，都是拜妈祖的。对，所以在那个，到基隆上路以后，就在中山区那个，花花的山下建立一个小庙，啊，来拜妈祖。了解。啊，后来呢，才搬到现在这个地方。啊，现在这个主要主要。哪一年的时候搬过到这里的地方？先。不太清楚了哈，就我上面，我这个上面有的。好，上面你可以详细的哈。了解。啊，这个是整个搬过来以后才经也经过好几次的改建，是才有现在这个规模。了解。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邀请教老师的是说，我们当地的居民啊，跟这个庆安宫互动的情况，跟以及跟庆安宫的一些故事，有没有让老师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我们在地的基隆人对于庆安宫的那个想法或者是一个信仰？嗯，我基隆地区啊，是，因为庆安宫是基隆的大庙，对，大家对庆安宫的信仰，对，非常的虔诚，是，也非常的。热烈是，那我们庆安宫这个香火啊，对，是非常鼎盛啊，是，哎，那么对于庆安宫的依赖啊，是大，是啊，那因为信众很多，是啊，那么我们每一年主要是妈祖啊诞生的三月份的时候是。都非常热闹啊！那么每一年七月的中元祭的时候，是那平常都很多了，是那么来来往往的啊，信仰很多，跟我们的互动也很不错。我们庆安宫也在初一、初五，我们也开放打斋啊，是做一些这个保护物的工作啊，是所以信众对这个妈祖。我们庆安宫的，相信庆安宫的人非常多。了解，所以可以说，我们这整个基隆人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来请求妈祖的保佑，都来请求妈祖，都来请教妈祖。了解。好，那当然我们接下来知道说，这个基隆的中元祭非常有名，到今年已经162年的历史了。那我们在整个中元祭的。一个月的过程当中啊，那庆安宫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一个就是过程了，中元祭的过程，中元祭主要应该当然是也提过，是原先呢是从庆安宫开始的，对，那后来呢，才慢慢的转到这个各县市是中心去主导，是哎，那么这一个月当中，我们都到现在为止是。我们还是以旧的名字啊，我们还是那个卢祖罗祖啊，是，庆安宫还挂这个名字，哦，卢祖，所以在七月份的时候，他们的中元祭的一个精神是一个象征斗灯，这个还是要放在这里，放在这里，那么原来旧的那个斗手是，以前的分工是啊。还有以前的分工，这些斗手，还有名字，比如说，旧的时候的名字啊，叫做有的叫什么福德手啊、水灯手啊，手知道吗？手机的手机的手。哎，基隆中元祭里面，
这个叫什么宋登县境，这个原来卢祖还是青安宫。哦，了解。现在的名字，现在是这个，虽然现在实际不是由青安宫来主导，是，但是旧的名字还是卢祖、哦、青安宫。我了解。以前的分工，你看，以前的分工叫做什么？玉皇守，叫天官守，叫花镖守，水灯守，这个各司其职。都是自己的工作、啊、哎，自己的工作，有的是祭拜的，有的是什么东西，我们都有分。是，然后呢，我们到了这个时间，农历的7月11号，是，就由我们青安宫，我们一个象征性的灯啊，就会送到他们这个。那么各姓氏的呢，是，你看江县中心会，对，啊，去年的，他是个卢主，有没有？这个有一个卢主，是，正县中心会卢主，是，啊，正县的还有这个后面还有。喜庆中心会的卢主，你看到这个很好玩呐、啊。对，这个卢主就是他现在是由各姓氏中心会来主导，15个单位来轮流。是啊，那每一个姓氏他是也选这个卢主。对，好、啊、吧，这个是现在卢主来负责实际的工作，但这个名字都还在。你看现在是、哦，那我们旧的我们还保留着，你看到，这个大概外面来也看不到，我们监管所、玉皇所什么这个旧的分工了、啊。那这个保留是，那以前是有青安宫卢主做头，细爪条，有4个单位是。那么这些都所以前的工作怎么分配来的呢？都是在地方的，生意做的比较大的，比较有成就的，地方的士绅是有钱的，对这些人来担任这个角色。是，然后呢，这现在这个斗所我们还保留，哦，这个名称还保留，了解，看到吗？这个到时候到这个时间一到，对，我们公文都写好了，到时间一到我们会把灯送过去。是，但是这个灯是工作是由我们来送。哦，由庆南宫负责。嗯，我们来负责来送这个，各县建所，各县卢主。是，了解。这个是等于是过去历史的这个了啊。那我们也知道说现在可能在。农历7月12的时候，是不是在庆安宫这里有一个那个主普坛的一个概念，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有啊，一那树灯高，升高知道吧？就是那个开灯那个灯的升得高高的，有没有？是，有没有这个把灯点亮了，就是招一些孤魂野鬼啊，是啊，指引他们来。啊，到7月15的时候，普渡啊，嗯，就是拜拜啊。就是摆那个东西来祭拜，是我们这里也有，我们这里有摆哦，啊这里有摆，他们中正公园也有摆，他们是正县的中心会卢主哦，啊正县的主导的，对，那个是公的，我们这里有，就是庆安宫，哎，这个我们主办的也有，我们来拜拜的人呢、啊，大概将近现在有5000个人，哇，7月12号那一天，15，哦。他们要来报名，每一个人呢报名就600块钱、哦、然后呢有5000个人，到现在、哦、哎就在这里拜，哎了解，哎那正兴中心会他也我们这个一连桌嘛，这个叫连桌，拜的时候连桌，对，他们也有一连桌，哦，在庆安宫这里除了两个地方，他除了中正公园，树灯高我们这里也有树，是那里有树，哦，树灯高是那一天，树灯高那一天他中正公园那竖起来以后，对，马上正兴中心的全部的人马，对，又跑到这里来。哦，我们这里有树，原来是都在这里的。哦，原来都在庆安宫，最原始的庆安宫一直保存到现在。这个花旗以前最早是一个庆安宫的一个住持啊，是一个和尚。哦，了解。以前是和尚，现在变道教了，对，不一样。了解，所以这个传统还是都保留着。都保留啊，保留、哦、这个东西都保留，了解原来的啊都保留。只是这个游行的东西啊，现在内容啊，是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花样越来越多。可不是花来，那是嘉年华会的一个性质了。是，一个变成文化局，市政府有参与指导以后，对，他们参加一些艺文活动，对，艺文活动以后就变成，因为政府有补助一些经费啊，对，他们就各县中心会，他们也募集一些经费，对，那。游行的时候保留一些传统，是，但是呢，内容大概多少有变了。了解。以前真的萤火灯啊，放水灯啊，以前那个灯牌，现在都不见了。现
但放水灯不是都还有保留吗？有那个头是在八斗子那里，八斗子那个是头，是。但是七月十四号在这里游行完了以后，送到海边去玩。对对，那个主要就是把那个灯头啊点亮了，也是要招引这些孤魂野鬼来来吃东西嘛。就跟树灯高的概念是一样，树灯高是越高越高，是啊，他们才看得见。是，哦，了解，谢谢。那另外一个就是庆安宫这个历年的新建史，当然刚才老师也有提到说，一开始在那个山脚下的一个小庙嘛，后来搬到这里，对对对，那也经过几次改建啊，地震啊，是才有现在的规模。这个是这两三年这一栋是刚盖的，是盖好了，这是一个行政大楼，是，这以前是租给人家，又来又逃回来了，是，啊，逃回来经过十年的诉讼，哦，这样诉讼，嗯，要告啊，哦，他这占了以后就不够还，占地是占，嗯，占私人的容易还了，是，占庙宇的他不还给你，是，对不对？我们私人的财产。人家不敢占我们的，对，对不对？那公家的他就欺负你。哦，对，是的，这个一定的道理。那现在我们这个这栋大楼盖完了以后，我们就做一些有什么样的用途？我们有文物馆。文物馆。有一个文物馆，有一个贴书中心。哦。在这个四楼。是。现在还有人在读书。哦。开放免费的。提供场地给人家，对，哎，那以前这个位置是租给28个摊位，哦，28个摊位收回了，收回来，要不然也是变成一个小庙阁了。哦，那逃回来以后就不再外租了，自己也没有做生意了，哦，比较单纯，都做公益了，公益的用。了解，哎，那再请教一下老师，这个，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些那个被摧毁的情况？也有，后来再新建。对对对对对。在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特殊的历史，或者是比较值得记录的一个事迹？记录到没有了，摧毁的基隆，那基隆整个地区二次大战是炸得很烂。对，嗯，炸得很烂了。是，那么。也有传说了，大家都说妈祖保佑啊，对，啊，这妈祖保佑了，这个是多少？是，妈祖会接炸弹啊，妈祖会把这个炸弹这个拨开啊，对对对，等等的，实际这个传说很多了，是，但是我们最近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是一个太平公主号的船，你们听过吗？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号，公主号，帆船是，横渡太平洋。哦，有印象，有一个那个盖的那个小船，小船，对，然后就是大陆盖的小船，对，啊，那这个船就横渡到太平洋，对，又回来，是，回来在基隆外海，是，被大轮船给撞到，哦，对对对，有印象，好像一两年前的新闻，对对对，就快到的时候被撞坏了，撞坏了，对，但是这些人都获救，哦，不获救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到这里来，哦，也曾经也有一尊妈祖，哦，我们主委还送他一件那个妈祖的衣服，是，那个神明衣啊，是，衣服都会亮晶晶的，哦，对，那直升机在海上搜索的时候，哦，就看到阳光一照，闪啊，就闪闪亮，然后发现，哦，全部救起来，哦，这个太平公主号是，就是进。最近的事情，对，啊，最近，哦，就比较特殊的，是是是，啊，比较特殊的，啊，了解，这是一个，是，那么再来，我们我跟你有提到有什么这个梅州妈祖啊，泉州妈祖，啊，对，这个也是全台湾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三个地方的妈祖都有，对，是，啊，这当然最早都是梅州妈祖，对，啊，我们现在很早的庙开启就。就有后来呢，我们到泉州去，是，到泉州去也请一尊回来，对，这个都是历史很悠久的，是，都是那个什么宋代的、明代的这个神明，是，那请回来，对，那么我们礼拜天
有一个活动叫做漳州妈祖是安坐纪念哦，就这个礼拜天，就明天嘛，就明天是，有一个纪念，有一个仪式是。这一尊妈祖是明代的，明代的哦，明代的妈祖是，是从那个漳州，请回来的是。那么同样有三个地方有一个妈祖，在一个地方是一个庙里面的，在台湾的庙大概很少，只有庆安宫很少，对。我们这里当然是周延济也跟张权械都有密切的关系嘛，是。那我们有三个妈祖都在这里，主要就是族群融合啊，是这些意涵在里面，没错，就很好。了解。那另外再请教老师，就是说，有没有地方知名的人或地方的士绅跟这个庆安宫有比较特殊、值得我们记录的一个故事？哦，那当然呢。主要就是这个人是徐祖山，徐祖山，徐祖山是这个人，那个我们这个上面我们都有记载，这个人是庆安宫的一个等于那个时候他等于一个现在仁爱区的一个区长是啊，地方的士绅是出钱出力哦，他买了好多的土地，然后就是在目前现。在这个地，这个人是，哦，徐子山嘿，是，明显三年这个人呢、啊，哦，啊，他买的土地啊，就是现在在那边，你们看到那个中山区那边山上有一个英文的一个基隆的一个标识，哦，有，啊、那一大片的是土地，是，那一大片土地都是庆安宫的，哦，现在还是庆安宫，现在但有一部分卖掉了，了解。中间有人经营不善就卖土地哦，现在没有了是啊，那么我们现在那边还有跟我们租土地盖房子在那边居住的，但是现在还有300户哦，哇，那很大一片的土地啊，对啊，中山二路那边是，在中山就是这个人啊，在西子山改建落成，然后重塑神像，然后呢这些人呢、啊、就去请这个湄洲妈祖回来的，是，就是这，我这个里面大概都有记载，是。那么后来呢，就是这个，是，柯水元，哦，何副市长，是，刚刚卸任的这个人，是，这个人是在这个庆安宫啊纷争的时代，是，我们现在这个主委童勇，对，他从4、5、6、7、8，现在是九。做了20-30年是，但是呢，在第三届是他是科副市长第三届是，第三届就这个地方啊，这个要征收这块争夺要收这个，今天的庆安宫就没有他，是这个庆安宫就毁了哦，因为他来了以后是，他那个整顿了以后对啊，就力度把这个收回来，完了再加上这个。同庆宫现在是主委台，是，这整个就兴旺起来了。哦，这个里面有记载。了解。这两个人是关键。是。那目前我们跟地方啊，是啊，这个关系非常好。是。政界啦，或什么东西。商界。特别是医生医院啦。医院。啊，我们每年给医院这个落捐的钱很多哦，特别三军总医院是，哎，我每年都这几年都几千万给他了哦，哎，所以他们关心很好，所以有的时候他们找不到病床来都找我们住哦，关系好了，了解，这个是是，但我这个里面呢都有是，像刚讲。原来是在那个海边嘛，对，一个小庙，这里有写是，然后呢过来地震啊这些，对，86年呢，在时间都有改建了，对，寿命，对，这个送给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对，更详细的了解，更详细的了解，对，整个的是建筑的构造啊，是，这个。一个郭先生写的整个庆安宫的历史、
泉州妈啦，或者是这个漳州妈祖啦哈。那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待会你可以看到一个妈祖，很大的一个妈祖。这个主神。不是这个石头有没有？石头哦，我刚刚没注意到。嗯、待会儿我们可以看。这里可以看到，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青铜石的，整块石头做的。哦。嗯，一颗石头雕出来，就是这个。这个、哦。就在这里看到，这里就看到了。好。那么最近呢，我们就是七月三号。是。待会也可以看到刚落成的一个叫做月老殿。哦，月老今年才刚落成的。落成七月三号、哦、叫月下老人。对，哎，你现在适婚年龄的人不结婚吗？对，那我们就特别弄了一个月老殿。是啊，月老殿我们现在正在办一个这个青安宫是嫁女儿的活动是、嗯、我们要送这个嫁妆哦，5万块钱哇，在年底以前结婚的是因为这个牵红线，对，因为这个呢，对，当然有笑话了，前两天还有一个来申请，是嗯，来申请说他已经结婚了，对，那我们不给哦，因为你不是因为这个，因为这个月老店的关系、嗯、对。你太快了吧，而且你也没有经过程序，对，你也没有订婚啊，你就直接去户籍登记，那户籍登记那个不算数的，是，我们要看到你的前前结婚典，哦，啊，你最起码请我们喝个喜酒，对，啊，我们带个红包过去，是，啊，哎，还没有呢，我后来就还会讨论，跟他解释了一个，因为很清楚，你那个请柬还是。外面买的，里面是自己打的，是，啊，还定9月份要结婚，是，嗯、啊，他说，我说，我们这个主要的活动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月下老人给你牵红线，对不对？那么你促成你们这一对婚姻，那你成功了，我们给你道贺，是，啊，是这个用意，正在办活动，哦，了解，那。刚好老师也提到这个月老，那我们顺便请教一下，我们当然庆安宫除了我们梅州妈跟那个泉州妈，还有那个漳州妈之外，还有其他的神，也有很多。对，那这样子的一个原因是有没有什么样特殊的安排？所以也有安排其他的神明在供奉在这里。没有，这个台湾的庙宇大概都是这样啊。对，有比较大间的庙的话，都是这样，因为这样。应该给大家方便了，对不对啊？是。你像昨天不是那个什么观音菩萨？嗯，是。啊，6月19号成道纪念日。对。虽然基隆这个拜这个观音菩萨的是慈云寺，是。但是他的庙里面也有妈祖啊。哦。什么都有。是。他的主神是观音。观音是没错，但是呢，这个是。应应大家的需要嘛，是，对不对？我们这里的主神当然是妈祖，嗯，但我们其他很多，其他都有啊，是，土地公、祝生娘娘，啊，关圣帝君，对不对？那么读书人的文昌帝君，什么都有，是，对不对？观音菩萨我们也有，对不对？这个是大概大庙都有了，是，对啊，这个是应该是。需要吧，了解。这个应用这个需要是啊，方便。方便了，信徒都很方便。信徒都方便，这个应该是这样讲，是，对不对？免得我们到这个庙什么都可以拜了嘛。是，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请神明保佑。对。那另外再请教老师的就是我们庆安宫，当然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中元祭促登高的仪式之外，有没有，当然还有老师一开始提的初一十五都有这个拜拜，还有7月15的普渡，那还有没有其他3月的这个妈祖的诞辰，有没有一个特殊的那个纪念的活动或仪式，也再麻烦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一定非常隆重，是都要
要举行三献典礼啦，这些还有绕境。哦。啊，一般一到绕境的时候，是不是？整个基隆地区的绕境。整个地区是。那个是很热闹。是。平时就不会这样子绕境。对。那有没有特殊我们庆安宫特专属的一个信物，就是我们一般的信众可以带回去保佑我们大家的信物？对，就是可能像什么香火袋啊，或者是没有了，有那个一般就是平安符啦，对对对，这些东西我们有了，都是放在那边，有了都有了，是，都有了。好，了解。那另外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全台很特殊的有三个地方的妈祖啊，那当然我们知道一开始除了这个梅州妈祖在我们庆安宫之外，那近十几年来有泉州妈祖跟漳州妈祖，那这个发起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特殊的原因？除了族群的融合之外，就是有没有后来到那个福建那边请了漳州妈祖跟泉州妈祖的一个特殊的原因？这个是机遇而已，是因为刚刚开放小三通的时候，是我们是最早过去的。哦，全台湾最早过去那边交流，妈祖文化交流的。我们就去，我们最早到泉州。是。啊，你也知道大陆它是很热烈的。对。啊，它对这个宗教这一块啊，很热烈。是。就接待我们了，就要跟我们这个交流啊。是。然后就送我们这一个。哦，这支泉州妈祖也是原有送的历史，对，宋代的吧，宋代的哦，都在里面，是，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得到，可以看得到，是，所以后来才有第二年的那个漳州，后来那个是我们年年都去，哦，年交那个现在都每年都，现在不去了，现在不去，现在你只现在都随时可以去啊，哦，那个时候因为宗庙是宗。宗庙的关系才能够申请，是小三通。对，我们那个小三通最早是因为庙出面，是啊，我们组团是啊，每次去都是一两百个人呐、啊。哦，那很庞大的一个。我们就经过金门，是，然后小三通过去，哦、然后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是年年都去。哦，我们大概连续有五六年了。哦，啊，后来整个。开放完以后，也没有人会跟你这个团去，对不对？对。现在有比较特殊的就是他们会港边的可以坐船去的啦。哦。有没有？是。像那个鹿港啊。是。啊，他们都直接坐船。哦。直接坐渔船。对。直接坐渔船到平潭。是。直接坐到梅州岛去了。哦、啊。那我们那个是小三通过去的。是。了解。那最后也再请教老师一下，当然老师有提到我们这个庆安宫香火鼎盛，一直都是这样子嘛。那除了妈祖的保佑之外，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那老师有没有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因素，让我们整个基隆对于庆安宫的信仰更虔诚？这个东西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是取之以民，用之以民。是，人家来，对不对？香火鼎盛的话，你庙的收入就多了。对。多了你就一定要多办一些公益的活动。是，我们公益活动嘛，办公益活动不遗余力。哦，啊，我们是真的，我们这个组委是花很多的心血。是，我们今年是，大概马上不知道这个月下个月是，我们行政院是就要给我们奖励。哦，行政院呢、啊、要给我们奖励。因为公益活动的吗？对，是，就是因为社会教化，哦、社办理社会教化公益。公益事业是，而我们对于医院，我们每一年我们发奖学金，哦，我将奖学金是基隆最高的哦，各个学校的奖学金，奖学金是大学生10000，哦，高中生5000，是，我们不过我们有一个是涉及在基隆的吗？对，我们一个比较自私的就是你刚才讲的涉及在，我们是限制涉及在基隆，是，还有一个限制是。就读基隆地基的学校啊、哦，因为现在的范围太大了。对啊，对。啊，那对了，我们这个是，我刚才一开始我就讲，这是我们自私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有小方
但是这样的话，一个学年一年两次，是每一次我们的花费都100多万。哇，每一次啊、哦，是，所以一年两次，一年是基隆的学校，我们还每给一个学校是名额啊，我们要给他名额，是一个学校，都是5个名额，哦，五个学生，是限定一次，清寒的，是强调对清寒。啊，当然要成绩要好。是，清寒，优秀的学生是的奖助，奖助学金。哦，我们为什么不发奖学金呢？对，奖学金的每一次拿都是那个都那几个人，哎、都是那几个人。对，啊，是。不过现在各学校还好了，是各学校对拿奖学金他们有管控。哦，好像因为奖学金很多，是现在讲大公司也会设，他们也都在办，是办的他们管控。就领过奖学金，他就不会重复的给他们。是，啊，但是我们这一块是这样，啊，每年的3月、10月，我们两次、哦，啊，都在这个广场办那个颁发奖学金。对，奖学金，哇，那很隆重哎，隆重，不只是给钱的，还有一个这样子一个表扬的仪式，对对对对对，这个更有具有意义。两次，哎，是的，啊，就是因为这样子哈、啊，是，这是这一块是奖学金，是，反正我们反正都给他们了。对。我们也办了作文比赛，这也是每年都办的。对对对对，也办了、作文比赛啊。这个这个去高中国中，高中国中这些是哦，我们这第一十二月，这是第一届，还有第二届，今年第三届，哎，哇，人家办这种比赛，啊，这个很棒，这个有没有？对，不是，啊，所以有定一个题目，不是很高水准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意义很重要，哎，对，我们从就是他的协作能力不好，我们就对这个很重要，办这个对，啊，第一届的哈。特优的，我定个题目，从自己做起，对，然后呢，鼓励他们去写作。去年是第二届，今年12月份第三届这样。哦，办完了以后还给他出一本这种作品，出一本，是啊，入选的又等奖学金，5000、5000是，也是有一个颁奖的仪式，有哇，这个对学生的奖励效果很大，对，是，哎，啊，在医院的啦。啊，这个初一十五的打斋呢、啊？是啊，我们这个做很多了，啊。这个医院有捐助的时候有没有指定什么样的特殊用途？还是就是它这都是医疗器材自己哦。我们都是买医疗器材给他们，哎，对吧？是。还有冬令救济哦。嗯、啊，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台湾第一个书院，书院叫崇基书院、是，就是清朝的时候，也是在基隆这里。有没有那个时候没有公立学校？对，我们这个崇基书院是，结果现在没有了，但这个牌牌还在我们楼上。哦，就那个文物馆那边吗？不是，你待会我可以带你去。好、啊、好，再麻烦老师带我们上去看。哎。因为这个是给医院的，给医疗用，给他们这个木浴床，哦，木浴床，因为躺在床上啊，不能起来的，对，木浴床是没有。我们还有这个捐书的活动，爱与希望，你们公益捐书的一个捐赠典礼，是这个是配合联合报办，哦，联合报他办这个活动，经费还是我们出的，哦。他等于是跟你们一起协办，那个对协办的作文比赛，哦、他们联合办不是办了一个大型的作，对，全省的作文比赛，对，基隆地区就找我们出钱的，哦，啊，这个是奖助学金，奖助学金啊，这个每年，对，第一次是啊，这是奖助学金，这是第二次，每年都有，啊，这不是青兰杯的作文比赛是。这就是初一十五的打斋，是，这个还有绘画比赛是不是？我们没有办绘画比赛，哦、啊，这个是初一十五，
还有我们这个也很多低收入户的冬令救济，每年过年就是米啊，是，后面米要花很多呢，是，就是社会教化，对，嗯，就每年都做，做了很多，就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每年都受奖励啊，哦，这个到104年就会宗教团体表扬，这个是内政部长，是。但是我们今年因为是第10年了，对，所以今年是行政院长。哦，累积10年才有行政院长颁发的。对，这个是给三军总医院的，有没有医疗器材呢？嗯，捐赠仪式。这个办全国万人建筑大会。哦。我们要出50万呢。哦。那基隆办是。这个。简单的人，你就说这个钱拿来了以后，是，不是放在口袋里面的？对，啊，你就是，有回馈出去，没错，就没事了。是，我们还办了中原祭的科仪的演习。哦，嗯，我们就请，啊，请南教授他们来讲啊，这些啊，这是我们自己参加游行。哦。这就是那个七叶子普渡，普渡拜拜，是就是这样子拜的，很多了，嗯，是。啊，这个是特别的，妈祖的圣诞的时候，绕境的，绕境是绕境来演歌仔戏，这是人们都在我们都在这个广场，都在这个广场，是，嗯。